今天是2012年11月11日，光棍节啊。我们三个人，我、森叔、贼欧三个人来钓鱼。现在是早上8:35。贼欧一个人已经上两条了。我们6点钟最后在第二个集合点集合了之后出发，7:30到的。7:40，贼欧上了第一条鱼，这是他上的第一条鱼。第一条黄斑，然后50分钟以后就刚才。贼欧又上一条黄斑，我跟森叔目前都没有咬钩，也没有咬过。贼欧一个人，他在上第一条鱼之前，也就差不多到钓的五分钟之后，他咬过一次钩，收线收到一半，鱼脱钩了。贼欧现在上，又上第二条，让我先爬上去。鱼呢？看，我刚那个没电了，我现在拿手机拍的，那摄像机昨晚没充电，我不拍你人，拍条鱼。哇，黄斑，第二条，目前就只有一个人两条，8:35，我们接着钓。早上8:56。差不多钓了一个半小时，我上的第一条黄斑，哎呀，挺大的，很肥啊，它身体很厚啊，嘿嘿。继我刚才8:55钓上来一条那个黄斑之后，现在5分钟之后啊，9点整，贼欧又上一条青斑，对青斑这个品种来说是算是中下啊，中。对，如果这条黄斑那是大黄斑了，对吧？对青斑这个品种来说，这条应该是中下尺寸。只有一个人现在上三条鱼，才开钓没多久啊！哇，照这个速度，这一整天暗钓都能连美了啊！太厉害了，只有。宝弟，宝弟，这个宝弟。10点钟，只有又一条什么斑？黄斑。黄斑，哇，贼欧已经4条鱼了，现在目前我一条，森叔还没有，哎，高手真是高手，太厉害了，10:05，森叔上钩了，上鱼了，应该是条黄斑，看咬钩的样子，应该是条黄斑，因为。咬钩很小力，鱼不一定小，但是黄斑咬钩，那个动静不大。啊，妈妈呢？哎呀，是啊，黄斑。黄斑，所以说今天第一条鱼。我们现在10:05，我们现在总共，6条鱼。我们刚换了个点，刚开始钓，5分钟，森叔咬钩了。哇，还是大鱼啊！森叔今天用自己做的鱼铅坠子，他觉得那铅坠子成本太高了，没。哇，黄斑，他自己用水泥，用矿泉水瓶子做的那个铅坠子。黄斑，森叔现在两条，我一条，贼欧4条，11:30，12:10，森叔又咬钩了，贼欧又不知道跑去哪里钓了，他每次在一个点他钓不长时间的，他钓了他都会走开，就是不动车的在附近走开，现在不知道贼欧上哪去钓了。森叔这又咬钩了，应该是黄斑。小黄斑。森叔现在3条，我1条。哦，不小啊，不小不小啊，可以。哇，哇，师傅帅，好，正话我，就这里没丢到鱼竿，是我啊背条鱼来。一家好像来个白条鱼我，我也有了，
12:50，僧叔咬钩了，僧叔咬钩了，我也有了，我不拍僧叔了。啊！哇哇啊！锦鸥又钓到了，锦鸥有。啊！咬锥呀！咬锥呀！哎，叔叔钓的大鳗鱼，哇！哇！你等，不会跑的。我要挣头了一。我。不知道。我没咬钩，是那个锦鸥上了一条鱼，打着我的鱼线了，所以说我以为咬钩了。他上了一条鱼啊，还呀，一个逮网吧呢，逮网吧啊，僧叔那条吗？哇，僧叔钓了条怪物啊，红黑两条了，那条很好啊，啊，那条很好，中唔到，有冇穿啊？未穿啊？咩啊？未穿啦嘛？未啊，未穿线啊？系啊，我依家想啱佢上，即系捉唔到。小生死咗啦！僧叔，你这是杯水车薪啊！我们把鱼养在水塘里，这水塘很深，然后他的那条鳗鱼呢，又没抓住，那个脱钩了，但是已经钓上来，在水塘里脱钩了。现在鱼鳗鱼沉在水底下，沉在水塘的水底下。僧叔现在拿个饭盒子在往外舀水，哇，那得舀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哎呀，啊，僧叔终于把它捉上来了，钓了条大怪物，哇，那前面嗰块布攞开啲啦，攞开啲。要啊，一人先。哇。那么大的一条鳗鱼，这条鳗鱼估计有差不多20年才能，至少10年才能长那么大。快！哇，凡凡呢？他还扎名呢？他还扎兵呢？哇！哇，大鳗鱼！哇，这条鱼真是太厉害了，很补的。我跟你一人一半吧。松鼠又咬钩了，现在是。几点？1:40，僧叔又咬钩了。啊，我这手机也快没电了。这是僧叔钓的一条大鳗鱼。啊，看来这个鱼喜欢那个水泥味儿啊。麻麻啦，唔使。我最后呢啲店都系谂住影埋你呢一出噶啦。喺个树嗰度啊！俾佢游一游啦。哎，还活的！哎呀，哇，还活的！还活的，路上2个小时了，没水。多谢！哇，多谢！锦鸥厉害，锦鸥一个人钓5条，僧叔一个人钓4条，我最惨了，一个人我就自己钓1条。僧叔今天还钓到一条大怪物，抬了。吃了两条活的回家。哇，还活着！这两条已经成臭鱼了。那这两条累的。抬了一口就乖嘛了。哇，真温暖，一条绳。啊，怪不得了。哇，怪物还活着！哇，大怪物还活着。